我来教你炒海鲜。阿迷你，我分人呢。阿迷你，嘿，阿抱着，阿虾虾，海鲜小锅爆汤，哎，嘿，来点那个料酒，老抽山楂色，必须得要完美的颜色，知道吧？醋，千万别忘了。做海鲜没有醋，哪能说叫做有海鲜味呢？不然不好吃。哦，还蹦呢！拿个锅盖，盖上一会儿，给个双击，马上可以开吃哦。来，蛏王，这蛏王肉我教你怎么吃哈。这下面这一块你可以把它摘掉，因为这一块稍微有点点会沉。知道吧？或者是拿剪刀给它剪开，这一节就不会浪费掉，知道吧？学会了，给个双击。嗯。放进去。记得还有个爆头迷你的呢。哎，你还躲起来，你还躲起来，怕我找不到你啊。这种是有大米的哈，迷你。看到没有，这种迷你是有大米的，爆头没有。看到吧。双击啊，是不是有种贱贱的样子？脸上褶子太多，不敢太笑太多。给一个小八爪，尴尬吧？小家伙挺会躲啊，你会躲啊？会躲就行了吗？会躲就行了吗？流口水了。大米进嘴一点，有点冷汗。小家伙这么会躲，我就不咬你吗？给我个双击啊！回家喽，整点吃喽。吃就是新鲜的，别提了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别了，不要这个，来一个双击一下。哎呀，终于做熟了，迫不及待，康康康！我告诉你听，蛏王啊，这个头，它这个尾巴你知道吧？然后拿刀给它切一下，防止它里面有沙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一看没有，防止。因为蛏王他这个屁股这边有点会沉，这个头像个子弹一样，就是屁股，明白不？你知道吗？你要学会，你给我个双击，我教你怎么吃。因为海货很有讲究，双击一下，双击的都是老板啊，就是现在不是老板，将来一定也是个有钱人呐、啊。大闸蟹，哎呀，未来老板就给我来个双击呗！海螺大丰收啊，双击就送一筐啊，送一筐够不够？只要一个双击就可以了。海螺大丰收怎么的？需要可以联系我。你懂的。